决鹿死谁手，谁将继续保持全胜姿态。我们是挑战者的姿态，没有什么压力的，也是虽然都是百分百，但我们只有竞速百分百。蛋仔吴殿林他掉下去了，应该是。对，那风仔虽然说能完成冲线，但最后的比分终于输分了。第一张图几分没关系，把两张图就追回来了，我们后面还有王图可以打。这一张图明明的细节其实基本上拉满了，风仔想要追我觉得是没什么机会的。阿康切断了，切断了。PDR 毛赛前方狠话，就是要在他们头上干他。结果平分，还是我们漏一分。我们选图最后一张，空港不能选，我感觉肯定不能选，空港不能选。我操，还有九秒钟了，空港我赌一手，空港不管了。说哈是有智慧。好，空港空港。太局说空港选不了，最后五秒钟，空港不管了，这么后一分，你就选空港。空港不能选。失恋骗你的，潘秋。哎，跟冰胜负，跟不是打 S 级一样。S 级不是输了吗？哈哈哈！惜败才能打 S 级。我总感觉选到他们头上去了。就是要选到他头上，就要在他头上干他，给了他压力。来，加油，加油！再看一下，还是阿诺更快。我的了，我的了。是吧，如果你抢到第三名卡住还有机会，给他卡到了，是一心要睡不着觉。 WEDG 爱慕逆行的奇特思路，不选就不会被破纪录。影帝出来了，这个快出明显慢了一点，阿妮的快出真的快得离谱啊。最后一个断空看长路线更好，又是一张记录，一分零三秒六五，恭喜逆行破了吗？记录是零三点七，那我零三点六，点六肯定是破了的呀。正常精华，正常精华，他不会直接把我那个破了吗？咋个？我那个三五点一给我破了怎么办？那别选了。行。历史大赛前迷惑行为，没镜头，这不就来了吗？迷惑行为，还好现在没镜头。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漏的！我你喊你讲是吧？飞鱼 ECU 开起来，这一段直线够吗？双三题，双三题。打过来以后双双反超，全打到了杨澜，包括一补位，六月唯一的一次冲线，一锤定音，给到了最后一局。就是我今天思路很清晰，你们听我指挥就完了。我说咋回事，这竟然又我跟你说一句，下次后场你再给我上台改建，我就抽你了。不是上台改建，是键位被调了，自动跳了。选车心理战，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呢？好，选好了，梦回部署。选车吧，两辆孙悟空。部署，两分。然后是吗？等一下，你先别急着选车，他们很真实的，他们。我跟你说，他们序列都换车了，这把不换车。但他们也在看，他们也不换，他们看着我们。肯定有猴子啊。猴子，那个刘猴吓吓他。正常打。选车吧。要不然选个那个。啊？那我开一辆是吧？天行可以顶的呀，会开天行吗？我。你现在会开天行吗？早上把工。选车十秒。孙悟空吧，要不？那你会开那个吗？哎，孙悟空吧，两台悟空对吗？两个算了。换车吧。哎，你说你这，清华就两个。换车吧。骗人的。哎，信任啊，有点信任行不行？好吧，没有刚刚真实了呀，现在。说他们真实吗？不知道了。用实力打破战术 ，WC 火力全开，保持2-1-2全胜。加油！
加油！能不能破？破不了。1分14秒65，差了0.01，慢了0.01。他是64啊？对啊，你65呀？磕了一下，不磕9了，不磕包邮的。看他选什么，找到突破一次，一路向前啊！真一路，真一路，好好好。第四局就一路进阶，中同样也是进阶。那这段直线，世田桃地是更快的，落地只是中的路线更好，那得恭喜中。专门练过的呀。中那个这个车练这个图古蜀了呀，古蜀也不要紧，那我们对古蜀的战略就是跟随这段路。秦九的双领跑，敏敏的双翼也已经交完了，后面只剩下一个长直线，敏敏要跳到2秒了，还是跳秒了。阿康，哦，心痛，可惜啊，那波决策错了，主要他直接第四张上这个，哎，被套路的，我背大锅，你们加油跑，我直接抽自己两个耳朵。不至于，不至于。阿康起步要比原更快，是的，而且路线更好。最后一个弯道过来，可以顺利完成冲线，我们得恭喜阿康。还有一张图，肯定是个难图了。来，自动就闪啊，加油，加油！最后落地，敏敏能顺利拿到11分，均分能过10的同时，我们得恭喜 WZ。那 WZ 的2-2全胜记录还在保持，继续保持。阿迪基约伤找回自信 ，solo 赛赢下伊斯大阿尼。希望今天不要输得太难看。打的时候我尽量不跟你多说话，你自己专注打就好了。好，加油，加油！统一放个弹戒，你给我的方法。最后这个钻空，不会给到任何的机会。1:19，啊稳了，差一点，差一点点。哎，我猜到我那里有失误了。下五眼哪里啊？下面有路卡分，卡分吗？卡掉了，在一个内线，过来以后已经在防，这次有危险了。能不能防住？避过来，准防，0.4安全。转身过来以后，轻飘一下，就直接冲线。是真的溜啊！我还好，前面给他卡回来了，完了，挺保命。够了，前面够远，反攻为主，再拿一分。越快，更快，越上。我被点了。龙金湖，你这个图跑的怎么样？不行啊。这个图能让车的吗？不让，不让。好 ，OK。让车就是输。那道卡开了，这路线还要再找准一下。不能急啊，直线细节啊，那一定不能急。越上感觉。哎，他掉了。前面有个更急的。哇，那这个月龙冲线可以恭喜月上 ，nice， 终于赢了，终于赢了！从这场比赛开始，月上你就起来了啊！虽然只有2场了，但是我相信你。王者对决，鹿死谁手？谁将继续保持全胜姿态？我们是挑战者的姿态，没有什么压力的。虽然都是百分百，但我们只有竞速百分百。蛋仔5.0，他掉下去了，应该是。对，那风仔虽然说能完成冲线，但最后的比分终于输分了。第一张图几分没关系，跑两张图就追回来了。我们后面还有王图可以打。这一张图敏敏的细节其实基本上拉满了，风仔想要追，我觉得是没什么机会的。阿康学到了，这小子跑得有点快。目前的话是 WZ 双领跑，敏敏还是出来了。那这一局赢3分，3分、2分、5分。阿蛋稳一点没关系，别急，慢慢打就行了。你把自己节奏找好，自己别乱，把它当成第一把来打。好，很接近啊！目前四名选手其实距离都不是很大，蛋仔的路线很好。1分31秒61。哦，对蛋仔来说这局不容易的，慢了一点，但是后边所有人都进来了，对，分差，对，这分差没有影响，还是有一分。恭喜敏敏，现在是落5分，不用管分，跑就行了，不用想着一把赢多少分给他怎么样，知道吧？我们的目标就是先进个加赛，慢慢来。看一下啊，蛋仔也是跳了，最后2.85啊，2分，又2分，再冲下来，再找下路线，没问题。加赛肯定有。你跑你自己节奏，你不用给他让，你有大失误他自己就上来了。没有失误，最后重现，很稳，多少？1分07秒91，我们得恭喜蛋仔。哟，坏蛋哥破纪录了啊！坏蛋哥破纪录了，真的，0.7吗？不是，记录0.8。来吧，这一张新纪录，
对于阿斯基蛋仔来说，这一个赛季是一个全新的开始。这一局对于阿斯基来说其实压力不大，稳住就行了，一对一的跟住，前边慢了咱也慢，对抗麦肯够了。哎，但是风在要超对到直接反超，慢从来不是风的特征。是啊，这一局 RSG 可能不光要稳还要赢。那这样让我们恭喜 RSG 拿下。可以啊，痛失好局，可惜了，没事，正好给我们查漏补缺了，补一补后面这几个图吧。